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创创的重量体重哈是48公斤啊，小明的体重是20公斤。若创创的体重不超过小明的，创创的体重不超过，不超过就是小于等于啊，则可用下列哪一个不等式来表示？就是这个，48小于等于 x。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B，